哦，你好，洛迪。你好呀，你的爸爸到了，请您签字一下。哦，是吗？那我来看看。哇，好多呀！那我下面打开一个。哦，这里面是个白色的，我们给它翻一下。原来它是比利，来自外太空的米莉呀。来看看第二个，哦，它是个绿色的，哦，它是个小青呀，潜水飞机小青。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吧，哦，它是个粉色的，我们给它右面一起翻一下，哦，原来它是小爱。还有最后一个包裹，我们再来打开看一下吧。哦，它是红色的，怎么和洛迪是一个颜色呢？它叫什么嘞？哦，它也叫洛迪，是吗？这也太好玩了吧！洛迪，真的是太谢谢你了，给我送来这么多有意思的包裹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再见。拜拜，洛迪。